这么早就出门啊？加班啊？那个凌晨3点加班？最近工作可忙了。能有那么忙吗？那你没吃早饭的吧？要不要不那啥呢？我看看那个，哎呀，家里啥也没有了。要不那个你出去搁道上吃，别耽误你上班就迟到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没事。那你咋去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啊啊？啊，我说我打车去。啊，你打车去啊？哦、要不 我送你吧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你看你这一天，你这这么早出去上班，你说老板你也挺辛苦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去了，跟老板啥同事都处好关系，知道不？啊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